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是作为爱奇艺夏日青春样 Dance 发福观摩的题，来带大家一起玩。Style, your kiss, your smile, all the birds and pieces I've been missing. No man alive could walk on by. Won't even try a kiss. 现在为大家揭晓答案，我们来到了哪里呢？这是环球影城，哇！期待非常刺激的项目。听说这里有那个变形金刚主题的那个。过山车，然后还有哈利波特的那个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第一个先去做那个最刺激的项目。哦。哇，我已经看到了过山车。Few moments later， 我觉得挺好玩的。什么感受？因为我不害怕过山车这种，所以我对于我来说就是好玩，就是没有害怕呀和就紧张的那种感觉。对，然后呢，全程见证了我左边的工作人员的破音以及嘶吼。什么东西？里面你们最喜欢哪个角色？想不起来。大黄蜂。我最喜欢大黄蜂，因为它很可爱。做的好，同同们，这个好好，这个好好，那个这个，我觉得这边的人是应该最多的，因为很多人都奔着这个来的，对。是这个哈利波特的魔法学院，所以呢，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都是跟哈利波特相关的一些周边。现在我要给粉丝送福利了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挑一挑礼物。看这个魔法扫把，哇哦！Thank you.
然后今天不光我自己收获了很多的东西，还给大家都准备了一些惊喜的礼物哦。一起期待一下吧，希望大家的夏天可以快乐的收尾咯。今天就到这里咯，拜拜。